我觉得可能是外围投射的稳定性吧，就是可以可能在三分或者是中距离就有更好的把握度，然后空档就是可以把握度再高一点这样。预约哦，应该拿到一双之后还有再可能两三双吧，对吧、啊？嗯，嗯，对，那就是会不会这个等于说是一个你秀的动机这样子吗？其实还好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主要就是在场上，就是我觉得有机会，就是可以就是让球迷可以享受一下，就是可能暴扣的那种视觉的场景的感觉。嗯，啊，你有没有就是要趁机许愿一下，就是觉得自己鞋柜还缺哪一双，跟黑哥喊话一下。其实我没有太特别看鞋，对吧？所以其实我也不太懂鞋子。